8:05，我的师傅大概8:20才来，所以我要在这边杵15分钟，零下一度，但是还没有觉得很冷，可能是穿的也够多吧。而且我没有师傅的电话，我只能在这边等他找我。哇，这种一望无际的感觉真好。在我结冰之前，希望可以等到他。他说15分钟，二号。OK。你好。没有，你好。谢谢，麻烦你。好嘞，上车吧。啊。早上冷吗？啊，冷。这边早晚温差差距有点大。对啊。我们现在到饭店还要大概多久？到我们酒店10多分钟就可以了。哦，那蛮快的哈。这几天天气都是像这样子吧？还行，昨天前天稍微有点冷，所以今天还算比较不冷就对了。这边就是早晚温差差距有点大了，稍微有点冷了。现在这边是不是空拍机都不能飞啊？无人机飞的时候好像这边航班上它这个影响了吧，好像不能飞。这边这附近是不能飞，那其他的景区也都不能飞吗？这个我不太清楚，在这边机场里面他们那个贴纸说不能飞，机场附近是绝对不能飞。是。哇，那个好大哦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白塔，大家和谐塔中塔。哇，好大哦。这边路边就有牦牛，看到牦牛代表这边海拔很高。低海拔是不会有牦牛，这边海拔大概有多少？3000多。这边3000多。平均海拔。OK。这个跟我上次在四川看到的小火箭包好大哦，这都是人家供奉的前盖的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它这个里面有个小塔，外表是大的说加西德勒是什么意思啊？加西德勒是吉祥如意的意思。所以你们都用这句话打招呼的，对？也可以代表您好，也可以代表再见。它这个加西德勒是一种我们这边藏区很通用的一种语言。招呼用语就对了。就是啊。加西德勒，学起来。到了，我们现在这边走路走几步就到我们酒店啦。好的。天色都好美，谢谢。这段飞机值了，开始期待接下来的9天了，10天会喘了，待会整理整理东西我再出来拍吧。好冷啊，而且听得出来我很喘了哦。
真的有点惨。休息一下吧。好，等他们上班是不是？嗯，他要过来问一下。没关系，不急。谢谢。来，我的房间。这太舒服了。OK。好了，先来。卸一下行李吧。说真的，这一路来好累，好累，好累，好累。不过看到这个景色，我觉得值了。这一路呢，我摔了一次 GoPro， 手机忘了拿两次，总共睡了一个小时不到。现在准备去街上买拖线板，然后这边好多酒吧，好像是因为旅游淡季吧，都没开。我现在先走到四平街去坐计程车去市里买拖线板，然后顺便吃东西。我看这边吃的都是什么藏餐，藏餐的话，我一个人吃应该吃不了几道菜了。所以我还是直接去市里吧，反正要去市里了，就一起吧。现在是下午4点多，已经很冷了，我看现在大概有3-4度而已吧。下雨是有可能，下雪是有可能。这边是他们的四方街的中心，有个四方楼，旁边都是卖银器的。现在，那边有卖唐卡，有在卖唐卡的。
找出租车。这好漂亮，不过最好不要再看了，再看又要买。我们看到大马路了，应该计程车那边就会有了吧。独克中花巷，他们的花巷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就步行街的意思吗？哇，好像也都没开。开得蛮漂亮的，不过都没开。这边有卖咖啡的，西餐咖啡。啊，不过拢无人。还是来找我们延长线吧。来 cos， 哎，有炸鸡耶！附近小哥说前面就有超市可以买，所以我们就走到这个小镇上买，就不用到市区了。不是，这边会不会卖高反的药？哇，头真的很晕啊，只是稍微这样子拿茶找东西翻一下行李头就晕掉了啊。他这是他的公杯耶，哦，这是什么糖吧。哇，真的头很晕耶。我不过好像喝茶喝太多也不行。啊，干，这也是泡茶的啦，非常长。我现在把它拿起来啃，傻瓜。我考虑要不要去拿那个造氧机。